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我是新疆帽子哥。这回呢，我在阿克苏市的杭州大道这边第七小学边上呢，就是这边的巴扎了啊。今天是周日，每个星期的这一天就是这地方的巴扎了。当然了，来到我们阿克苏呢，你一定要来这个巴扎去转一转，看一看，因为这边有好多好吃的。而且呢，阿克苏这边呢是旅游大区啊，旅游大区还是在咱们阿克苏呢有这个什么园，还有阿克苏市的多瑙河景区。那么我们边走边给大家介绍边说着啊，走。而在我们面前展现的就是这个咱们阿克苏这边特有的这个炸鱼啊。咱们这边是靠近塔里木河是特别近的，鱼类资源呢是非常丰富的。而这个少数民族吃鱼呢也是有鱼文化的，这个鱼咋卖的啊？这个鱼怎么卖的？55一公斤。什么鱼？什么鱼？草鱼。啊，好嘞，行。要蘸这个料是吧？好，谢谢。非常热情的，给你一块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鱼怎么样？如果说不好吃，你可以换下一家。当然了，味道是肯定不错的。再尝这个料，尝一下啊。再加上这个孜然和辣椒面的这个香味啊，这个鱼特别好吃。这个是30多年的老师傅了啊。来旅游啊，一定忘不了这个美食啊。在这个巴扎里边呢，集合了咱们阿克苏地区大部的美食。具体有哪些美食呢？风太大了。你比如说我身后这烤鱼啊，这烤鱼它上面的是什么西红柿小葱，再加上这个木炭烤制，而这边呢就是鹰嘴豆的鸡蛋黄面啊，然后还有这个特色的饮料。这个饮料并不是说咱们喝那什么添加剂啊那些的，这个是红枣汁饮料，还有这个钓竿性饮料啊，这个都有。而且呢，你看到这个冰块，这冰块呢，有些呢是自己家做的冰块，有些呢是按照咱们新疆的一个传统方式，从这个冬天时候采冰，然后夏天时候进行售卖。这个呢，在咱们南疆这边呢叫做沙朗高克啊，沙朗高克就是这个名儿啊。这个都是卖鱼啊，卖烤包子啦、抓饭啦、烤肉啦、薄皮包子啦等等的这些美食的啊，非常多。说完那些美食呢，咱们还有啥？在我身后，这就是这个抓饭了，这个是鸡肉抓饭啊。只不过呢，还不，这才是中午的时间，抓饭已经卖完了，估计他还要再做一桌。而在我身后那边呢，就是做抓饭专用的炉子。这边卖的是这个白皮包子，还有这个烤包子啊。哇，全是肉馅。烤包子多少钱？1块钱。哦，可以，看到这种金黄色的烤制出来烤包子。再往这边接着走，这个新疆的凉皮凉粉是咱们这个老少皆宜的，而且看到年轻的姑娘吃的凉皮子，而我呢是最喜欢吃凉粉的了。啊，我们再接着往这个方向看，这个方向有什么呢？那就是这个羊肉。哪来的羊肉啊？肯定是咱们当地的羊肉了，对吧？哦，太好了啊！就是我看到的一个东西，什么呢？就是咱们新疆的红枣，而且是鲜枣，就在他那个桌子那儿放的。哎，这个红枣是非常脆甜的，好吃的啊！我们说完美食，那么我们再到这边的烤肉区来给大家说一下啊。这边的羊肉，你别看它肥，但是它的羊肉烤出来是特别香。阿克苏地区这边的巴扎啊，尤其是阿克苏市里边的巴扎，它是用木炭进行烤制的，啊，木炭进行烤制的。所以说，你吃它烤肉会有一个木头那个味道，木头那个醇香味，他们用杏木啊等等的啊。那么我们接着往那边走。哎，真真羊辣子。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这边的馕坑肉了啊。
它呢是羊肉加上这个，还有一个腌制的，他们自己秘制的一个，烤出来以后呢，结合这个馕，吃起来味道特别香的。哦，加入那说五块，嗯，可以可以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往那个方向走啊。哇，新疆这个地方呢，甭管是小摊位也好，大摊位也好，它都是紧锣密鼓的忙碌着啊，忙碌着。你这边烤着，我这边切着，我这边在穿着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非常利索的。而且你们再看到我们这边的，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的一些凉菜，特色凉菜。凉菜煎饼，它这个就是一些咱们经常吃到的一些菜。我们再往这边走，看着，它这是现场啊，现场给你和面，然后呢包的这个羊肉馅，我看到羊肉馅了。羊肉饼子吧？啊，好，一个多少钱？两块钱。这么大的一张饼子是两块钱啊，里面呢是纯纯的羊肉，吃起来也是非常香的啊，酥脆的，再配上这个咱们这边特有的这个砖茶，哎呀，那个味道真正的太爽太爽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，冬天的时候要喝那个砖茶暖身子啊。我们这会儿呢就到了这个水果交易市场啊，水果区了，在这边呢有咱们新疆的各式各样的水果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什么呀？什么？这个啥西瓜？啥样子的？哪地方来的这个？康达康达大窝子。塞勒大窝子。哪地方的？阿英克。阿英克。阿克苏的不？阿英克。阿英克。哦。阿苏阿英克。哦，那是一个乡。他刚刚告诉我说的是，这个瓜呢来自于阿克苏地区的阿英克尔乡啊，这应该是个乡镇的一个名字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完了以后这旁边全是这么大这么大的西瓜，我们来抱一个西瓜看看它有多重啊！我一个西瓜进来的啊，啊，你到我进来的看一下啊，哎，怎么的？妈这样子的，哎哎，你看我的肩膀有多宽，它就有多大了。9公斤9，将近10公斤。这一个瓜，来说 close 啊，1公斤1块，1公斤比块啊，9块9毛9分钱，哎，9块9分钱，哎，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儿的西瓜了啊，啊，这个方向呢就是这个，我们新疆这边土桃子、桃子啊，还有葡萄，以及甜瓜、哈密瓜啊，甜瓜呢就涵盖了所有的新疆的甜瓜种类啊。还有这个黑皮瓜，黑皮瓜的糖分要比这个绿皮的要贵啊，要高啊，要高一些。好了，我们找一个水果摊位，咱们吃一下我们新疆的水果。这个地方切一下。你们。哎。马杰。马杰吗？哇。这瓜难甜了。你也点过啊？我的真。加瓜没很多吗？还是瓜啊？啊。这瓜呢，来自咱们新疆喀什啊，这瓜来自新疆喀什。现在正好是9月份，也是咱们新疆瓜果飘香的好时节。你看，你吃完瓜啊，你吃完咱们新疆水果，你到哪去玩一趟？那就去这个唐吉诃河两岸，以及这个多瓦河水库啊，这边呢都是非常不错一些地方，还有这个阿瓦提县的少郎多啊，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地方。希望大家呢来到咱们阿克苏的地区的时候，来这个阿克苏巴扎，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。来这里，每个摊位呢不需要多吃，你只需要每个摊位都吃一点，少吃一点，你可以把这个粑粑全部转完。转完以后呢，来到这个地方瓜果区域，吃完美食了，吃点瓜果，开开胃，多舒服的地方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巴扎之旅呢到此呢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遇见新疆的你，继续支持新疆胖子哥，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新疆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
追寻幸福的方向啊，一路的长，带上你